逛了沙坡尾，有点累，现在稍微的看到这家，人很多在排队，在排队买东西，我觉得应该不错。第一女主角说要进去吃喝喝看，我就进去喝了。这个是厦门的五颗烟钱，五颗烟钱，我不要吃。不高兴，好烫哦，五颗烟钱。跟台湾的味道差不多。这个桌不便宜。现在在沙坡尾，沙坡尾，好像披萨，好热啊！说今天会比较凉，还是这么热？热。五块钱请过来啊！五块钱请过来啊！八七哦，难怪没人领啊，北七。八七。我们几号？我们是 AA。还在找。中午的时段在沙坡尾这边感觉还不错，说实在的，来厦门那么多次，第一次来沙坡尾，沙坡尾这个地方值得你过来逛拍拍照。我过来整个来啊，他就继续烤吧。88号，我后院请客来。这一杯多少？五块钱前在拍照，五块钱前在拍照。现在应该剩一块半了吧？吃那么多了。奶杯是我的。奶为什么？奶茶这牛奶。那什么？牛奶的。那牛奶就奶茶。大婆婆 ，Apple Bowl， 总不是用吸管。因为是仙草，所以说用汤匙。仙草怎么吃？用嘴巴吃，你越来越聪明了。喝下第一口的感觉，确定它是奶茶。再喝第二口，还是奶茶。第三口呢？我们知道答案了。不要，就拿五块香肠给我，那咸的，就甜的。这芋圆 Q 呢？还有芋圆呢？看，是我们家的香肠。是台湾的香肠。当然啦。试看仙草跟台湾仙草口感也不一样。一样。没有。一样的味道。你说这一杯多少？10.5块。一杯大概50块台币，料很多哎。
巴婆婆，我不是代言人，我是游客。刚不怎么甜，怎么好甜？不怎么甜，刚好。难怪他声音那么。逛一逛很热哦，适合喝一点，稍微冰的又不是很冰。咸菜真的好吃，误打误撞进来，还不错。你来这个更头大。没有，你不用被头大，因为有些人头大有贵病，我光什么都吃。烧仙草椒酱。英国挂了厦门银行。没有。刚刚来家坐美美术场的，在台湾这是肯定要结束。这是来家是一部讲话，再来家吃海产，啊无来家感觉较无好耍。看咱遐较搞。你知道吗？昨天。可能是来太多次。我感觉是那个都一样啊，跟在台湾都一样啊，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有点不一样，这边没有像那个电视台吵吵闹闹。做一次真的很好喝，里面的鲜料也不错，10.5元。好了，巴婆婆的误打误撞进来，巴婆婆的喝仙草奶茶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